就是一个条纹式经典的一个衬洋装。好，我先把它扣起来。我一样哦，通常我不会全扣，我一定会扣大概留两颗，然后让我的脖子比较长一点点。它这一件是到 L 号有肚子的人都可以穿，再来它一样是有口袋，而且我最喜欢它的就是它的手围这边，它一样是做这种落肩半短袖的感觉。它整件呢、啊，其实不绑的话就是这样宽松飘逸的棉麻材质，一样哦，送绑绳给大家，大家要好好利用哦。就是呢，绑在胸下的位置，就简简单单绑好就有九头身。那当然，这扣子你要扣到第几颗随便你。那整件呢，我觉得长度都很适合大家，还有我们的这个真的很凉，它也不会走光哦，我觉得超级超级好看。我们打开它的话，一样哦 ，CP 值很高。你看你里面是要穿条纹还是要穿背心，它一样可以当一件长版的衬衫给你，非常有气势风范，而且还有口袋。